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呢，我们看到三例病例都是及时发现，发现以后呢，现在进行了一个隔离。今天下午我们整个专家组都已经查过房了，所以请大家放心，每一个病例每一张片子我都看过了，我们整个专家组都看过了，对于这些病人的情况呢，大家都放心。但是我在这里要重点给大家讲的是呢，如果这些病例不是被及时发现的，那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大。所以在这次疫情，我觉得我们的及时发现是非常有助于我们提高我们防控的一个效率的。所以对于未来来讲，我在这里呢也是通过今天这个发布会提醒我们参加今天这个发布会的所有的在线的我们的市民，大家要注意到，将来如果你旅游也好聚集也好之后发生了任何有关新冠可能相类似的一些症状，应该及时第一时间去相应的发热门诊去做相应的一个检测。从昨天晚上接到任务到现在，我们是这些护士还有包括我自己啊，我们是一分钟也没有睡，然后嘛一口水也没喝啊，饭的话刚刚我们的几个护士可能是他们这边多的饭他们在这边吃，但是其他出去的都没有、这个、没有吃，都没有吃饭，中间的话也就是因为小便太憋了，然后嘛他们几个就是先出来。嗱，見到警方跑緊，見到警方咧喺錦屏街呢一度咧係奔跑緊，亦都係畫封緊膠帶。
14号开始去搵咗位做客嘅，类似乜啲站咯。其实通常都要等入黑咯，因为凌晨三四点小啲人用嘅时候先做咯。尤其饭堂都用做，好多人都食完冇等啊，但都理解嘅。因为其实我需要啲类似电候啲，主要都要等齐晒啲人头先得到。咁而且如果等咗嘅话，啲人唔知，因为留低帮手先咯。咁啱嗰晚夜晚出去厕所嗰阵，跟住就撞到班导员同埋记者，叫问啲记者咩事，佢话要发声入嚟。你心谂其实好不明啊，但我肯定嘅，冇得唔知嘅。佢无啦啦就喺度敲门啊，佢冇做门敲嘅。跟住第二日起身咧，出到嚟咧见到佢唔似晒啲嘢咧，写住咗张呢部字话咩，一个都不能少啊，你要即刻走啊，咩 FSC 姐姐啊，其实咧，哇，你做咁样，我都觉得好危险，我要小心啲，小心安全啊。咁我将呢啲纸咧夹定部车换咗先啦。凌晨四点啊，有敲门声啊，喺敲门隔篱度。嗰下其实哇，好爽快高速噶，成个压住嘢去咗大家房门啦。你只要出到嚟，望望隔篱嗰啲房门咧，就可以用嘅，点反又踢到落地下，咁只有少少俾人拆咗咯。惊啊！依家系理大最后备份市民嘅声音，但有备份嘅大把啦。我哋共同谴责警方多以嚟非法禁锢我哋。我哋特别穿插我哋唔放弃，即坚持到底咯。即系我哋回头望啦，你哋回头啊，我惊外界以为我哋放弃咗啊，觉得输咗就唔想，即系希望佢哋咯。喺我信用中，佢哋坚持走啦，即系而家咁考验下，咁我就尽力尽快出去咯。我都仲有特别想出去嘅，第一我点走，就快出去真系。从出面嘅世界好似有前节，好似啲事情到啊，楼市啊，入面系事情，出面系楼市。而家背负呢份责太沉重啦，相比其他我有要担忧咧，就算系每件小事我都希望记住咯。以前佢系一段历史啊嘛，每个香港人都曾记住嘅嘢噶啦，但系早系旧嘅要传出先够嘅。香港冇法放弃你嘅历史咯，你冇法重新嚟过，呢个系每一个香港嘅责任咯。多謝台灣，多謝金馬獎。時代革命最後的 credits， 我寫住香港人作品。我好希望呢個作品係屬於每一個有良知、有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的香港人。特別我要多謝每一個喺呢個電影裏面接受我訪問同埋拍攝的所有人。所有人啊，其中一個是一個16歲的中學生，他是一個勇武手足。他在理工大學，我和他一起混了好幾日。之後他回到他的中學，他的身份已經被很多人知道。他很戰戰兢兢地入到班房。他很害怕，但他入到班房之後，每一個同學，包括老師，都向他擁抱。全個班房都是眼淚，全個班房都是哭泣聲。我好想將呢個畫面放喺《時代革命》呢套電影裏面，但我唔能夠做到。但我好希望《時代革命》都好似呢一份擁抱。我喺製作呢個電影嘅過程當中，我喊過好多次。我好似都靠住呢個電影去自我安慰，去宣泄我嘅憤怒、仇恨。去面對我的恐懼和創傷。仍然留在香港的，包括我，很多流亡海外的，或者現在在監獄裏面的朋友，縱使你們未有機會看得到，但我很希望，我祈求天父，單單在這個電影的存在都可以俾到你一份安慰，一份擁抱。